下行啊，三哥。哎呦小妹儿，还早起早了，你还来享福劲儿了呢？俺这锅里有备。不用了，他帮我。怎么安排的呀，三哥？怎么安排？怎么安排？整肚子也行呗。行。今天给你来个得劲儿的吃法。收拾好这大胖子，给他改花刀。大鱼给它腌一下子，芹菜、香菜、胡萝卜、大姜、紫皮、大圆葱，对你的。林子啊，生炭去啊，花椒、麻椒、小茴香，来一碟子干辣椒，酱油、蚝油、料酒。三香盐，抓拌均匀，腌它两个小时。把这个菜都塞鱼肚子里边点。嘴里边都塞点，更入味儿。这把自己给人腌吧啊，没人管你了，腌俩点搁这。锡纸呢，给它泼上荷叶。放在荷叶上啊，再盖一层，先把眼睛蒙上啊。好，大黄鱼它往上一慢，真大呀！我看这一顿大，你帮我把，我把你送我大哥去，你抓鸡去。小白小子，这哪还去呢？还搁屋里躺着呢。躺着呢。这大黄鱼呢？夹菜。给它夹上一层菜。挺高啊，三哥。这不这么美的吗？还要气吗？放底下直接，你先放。哎呀，把砖摆上行了。啊，这个。哎，对。慢放上来呢。不行的。尾巴那儿，上面再盖一层。都盖起来。啊，稍微轻点压呗。对，给它闷着，叫花鱼。拿下来。哎呦，四哥，变味了。直接提就行。小妹儿，你看见没？就在你睡觉的过程中，俺俩已经把这个美食完成。大哥，要我还得是你快，你多幸福啊！来了，挑三拣四，兄弟。到刘哥。来，给他脱壳，让大鱼掀过去。三哥，今儿我想整两个。整，你整我就陪你整。啥玩意儿？好了，吃。哎呦，谢谢小妹，你看能不能熟？能，指定熟。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熟啊。闻到味儿了。反正要是不熟就生吃。哎呦我这好像干出来。来吧，三哥。来呀。来，来，老板，哎，尝尝吧。哎呀，比炖的好吃啊！嗯，香啊嘛！哎呦，三哥，这下行啊！行吧，行。嗯，来，三哥，整一个。来。哎呀，哎。嗯。我来块肚子，三哥。
给我。哎呀，嗯，哎呦，我这样是得劲啊，是吧？那胡椒的得劲啊，胡椒香啊，越椒味香的。咱们，你说那鱼啥？